是我离开大学之后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恋爱，这次爱情让我至今刻骨铭心，很难忘记。好，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中，谁最对你影响力最大？我觉得在我成长道路中，韩国的变性女星何丽秀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。看到她的经历，我就知道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，我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非常好。作为溪水人，你目前对溪水的父老乡亲最想说的是一句什么话？我最想对我们溪水人说的就是，我们所有的人，每个人都应该有梦就去追，我们应该继承我们溪水人敢做敢为的这种精神，把它发扬下去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好的，非常谢谢你。那么凤凰格格，今天非常高兴认识你。那么在此，我祝愿你手术成功，心情愉快，那么永远美丽。同时呢，也祝你身体健康，新春愉快。谢谢，谢谢。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，愿与你分担所有。曾经跌倒和等候，要勇敢地抬头。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，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。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，在迷雾中让你看透。手中阳光总在风雨后，请相信有彩虹。风风雨雨都接受，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。